去喽！煽动这个国家不好，那个国家不好，这个民族是坏蛋，那个民族是坏蛋。通过他妈的三年疫情啊，让老百姓真正的看明白了，看透了，看穿了，谁是坏蛋啊？谁在拿着中国人民当小白鼠当小白兔啊？谁在剥削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？谁在侵犯中华民族的生命安全？老百姓心里不明白吗？老百姓心里没一杆秤吗？啊，打那个假的疫苗啊啊，那是西方社会那些坏蛋们来给这中国人打的吗？啊，前一段时间，中国有200多家啊核酸检测造假的公司和个人，那都是西方社会来的吗？都是他们那些混蛋们来做的吗？啊！他妈的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现在事情出来了，又要说做赔偿，那赔偿谁来赔偿？要国家来赔偿，国家赔偿的合理吗？国家的钱谁的钱？那不是老百姓的钱吗？什么东西？呸！慢慢的，他妈的，网暴台出玩。你的全部提爪都露出来了，啊，放心吧，哼，藏不了了。这是主谋店火腿肠哈，你看给人画了个脊椎骨，肉还没有，还没画完呢，这是全部这堆骨灰，全部脊椎骨成堆，这肉都没画完这一堆，你看，这都是人的骨头。脊椎骨肉，也是看了这些脊椎骨，也是真的脊椎骨，都画完这是。你看那污染的，你看那烟气狼烟地肉，你看那污染的，这就是祖门店香肠火腿肠。你看那污染不污染？你看这人骨头，都给你烧完，脊椎骨都在这里。和国家搞污染呢，在那，这污染不污染？
哎，你花着这这得进骨头里边，这样子骨头，看，干了。我最近听到一个挺火的新词叫人矿，那看到网上的解释就是，顾名思义，人矿人矿，把人当成矿产资源，挖出来供别人使用。这听上去确实有种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感觉啊，很崇高的品质，照亮别人，燃烧自己。这让我联想起某一阵子有专家建议掏空六个钱包买房的事情来。就像网上常说的，到底是谁做的局，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，剩下10-20年再给医院做做贡献，这不就是人矿的真实写照吗？以前是把人力当资源，所以给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人力资源，后来又有了人口红利，把低成本的人力当成红利，这不就是消耗材料吗，耗材吗？那超过40岁是不是就成矿渣了呢？人矿这个词太赤裸了，但是说实话我挺喜欢，人矿比人力资源、人口红利更直白直露，但是本质就这样，这样才叫客观，才叫实事求是。或许不确定和变化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啊，谁又不迷茫，你们说呢？关注我。